相互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就是要让他们每一个跟那个白景思考的时候，要仅限于我们一些教科书里这个纯理论的东西。对，我想事实上，当然有一些资料是这个是国外那边可以提供的，这是我想的。所以对于某一些issue，尤其是一些issue是因为科技的发展，它道理你的定义会带走，否则的话有时候就会其实是寂寞。所以我想，这方面真的是在用两个想当然的这样子，或者是就是或者让你到控制。设限的道理，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发展的这个前途的这种思考跟想法，那么我想以后应该有更多的机会来交换我们的意见。我慢慢的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一个学者，但是我们不是只是把我们书念好，我们同时也应该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人道的一个。弱性的感染了，你也没有什么。我觉得是很可惜的。你看看，我们从